咁多年嚟咧，我都瞓得唔好，就算瞓得着，半夜都好易扎醒。试过好多方法啦，但系都唔得。但我宁愿瞓唔着，都唔想食西药，因为我唔想依赖。后来朋友介绍我食惠特健宁宁心，吓佢天然复方中药，冇西药副作用，佢仲帮我咧养心安神、调理脏腑。而家每晚咧我都瞓得好好，仲一觉瞓天光。啊，又治标又治本，宁心安神，好瞓好精神。惠特健宁宁心。